来，各位大家早上好。Hello。我们在哪里？每个我们在Putrajaya LRT。这么跑来这边？我们的大火车，险队的火车。到你的。是，在等着我们的 LRT 的这个过程哦。啊哟，我们听到了我们一个组员啊，我有很紧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啊，所以今天呢，由我们两男。两男为什么要两男？两男呢是没有子宫的，问一个有子宫的。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恩哦，啊，子宫有面临了一些困扰，啊，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来让主恩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哦 ，OK， 我是分享这样，之前我年轻的时候，本身体质没有那么好，就常常有经痛的问题啦。但是我生了第一个孩子，第一个大儿子9岁。生了过后，经痛就没有了哦，很好哦 ，OK， anything 就来的时候就可能，痛一下就 OK 了。但是我生第二个儿子过后啦，生了儿子第二个过后，因为有喂人奶嘛，就没有经痛了。过后停了过后，发现到我的经痛哦越来越痛哦，曾经痛到就是，哇，真的晕倒、上吐下泻，生活作息也影响到很严重，然后。我本身是看了一些医生啊，医生是跟我讲也不懂什么原因啊，因为我是看 normal 的 clinic， 然后验血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啊。后来就到在 MCO 期间，我是没有来月经，我都 feel 到我的子宫很痛啊，痛到白打喊啊，就感觉哎我没有来东西，为什么还痛？而且在 MCO 期间，其实我们避免去 clinic， 但是没有办法，我去看妇产科，我跟我老公讲。不行了咯，我真的要去看妇产科哦。我要去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嘞？连没有来东西都会子宫感觉已经在作痛。后来去看了那个妇产科医生，因为他的仪器呀、啊，说真的，以前可能没有查出来，就是他们的仪器不先进，他的仪器很先进。他就查到告诉我，还没查之前，他告诉我。生了孩子过后是不会有经痛的，所以大家女生了解啊。所以不要经痛了，快快生孩子。对。所以的话，他们就讲，医生就跟我讲，你生了孩子会经痛的 ，mean， 你那边可能会有生东西啦。后来他 check 了过后，他跟我讲子宫颈之类的东西。后来 check 了过后，他就跟我讲，你是生血瘤。然后我讲血瘤。我讲血流跟水流有什么不一样？他是告诉我，水流是不会痛的，不会影响你作息的啊，除非是很大力啊。然后他讲你血流会很严重，会影响你的作息，就好像你经痛啊，不能上班，不能做东西，一整年就是躺在床上。我说说，后来还check了，他是跟我讲，你的血流生在子宫里面。生在子宫里面，然后他是说，大概是4cm 大，然后4cm 大概是这样，大概差不多，大概这样，啊，4cm，啊，所以我以前肚子奇怪就常常胀胀这样咯。后来医生就跟我讲，如果你要动手术打出来，很麻烦，你要割除你的子宫。哇，我听讲哈，他就讲割除子宫。这样年轻才30多岁哦，不需要割子宫啦，不然叫我给你吃药。他讲吃这个，来，快点。哦，有带来啊，药，有带药来，来，这个 OK， 对，那对不对？我讲很好，很好。嗯，这个是什么药来的？这个是那个吃荷尔蒙的。哦，会荷尔蒙。它会让你就是就是那段时间吃的时候不会来月经，因为他讲血流哦。如果你来月经，血流会一直吸你的血，吸你的血就会越来越大。但是他是告诉我，这个药它不能口风会小，你吃着啦，你吃着。因为这个药也不便宜哦，这个药在给你买药大概一个月分量要200多块，200块，不便宜。后来还是果然，你吃这些，你3个月过后，你就要回来复诊哦。还如果真的没有小。可能要考虑做手术，但是你那么年轻，这么年轻啊，他讲不建议做手术，因为
子宫拿掉吗？很难讲，你可能要生多第三个吗？我要看到 Jonah 一三九三。三生有幸，你要幸福就要生三次。所以，而且我也想到割了子宫就。如没有来月经什么啊，很一些问题啦，所以我就考虑就吃这药先咯。然后我一回去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导师上线跟 Jessie 讲， Jessie 就跟我说，哎，你是下许如都啊，是许如都跟那个简哥说，知道吗？搞火车经过，可以，简哥说咯，是简哥说许如都是，然后我本身有吃蓝藻啦。然后我就刚好整个做过龙筋，然后我就大量吃了，吃了过后我就我因为医生讲三个月过后去复诊，他在给我看我的情况是否瘤有小，我就前几天去做check in，也很高兴啦，真的是小了，是少了3cm，就小了1cm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然后我也很高兴啦，医生也有一点惊讶啦，他跟我讲，哦，哎，不错，三个月小1cm哦，他估计啦，我可能吃一年那个药就可以好啦，还有以这个情况的进度来看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啊，然后我也survey了一些朋友，他没有生瘤的人啊，水瘤啦，他也跟我讲，如果生过水瘤的人，那个药可能要吃一辈子哦。Oh my god。我想我真的是想到啦。Okay. 然后我就现在讲真的，女人真的要爱自己啦。刚才听不到。可能 repeat 刚才那一段。是啊，你是在吃什么？ 你的水流刚才听不到。我是大量吃简哥说波、许如都，还有配合蓝藻。要本身体质没有这样好，我又贫血嘛，然后所以我都有吃蓝藻、许如都、简哥说波，就是有帮助到很大啦，真的，你连医生都惊讶，我相信是肯定是有帮到，因为医生他的经验丰富嘛，他知道的嘛，所以我刚才所说的是，我问过我生过水流的朋友，他们割了的话，医生都会跟他们讲要继续吃，吃到。更年期啊，如果没有记错是吃到更年期，我想我不要吃一辈子的药哦，是，所以整个减瘦都帮到我啦，也希望可以帮到大家，太好了，还有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啦，如果大家有在看直播的女性朋友或男性朋友，如果家里有女生有水流血流，真的减瘦波啊，许如都新城减瘦波真的是帮了很多啦，你们可以买给老婆吃，是自己爱自己，女人要爱自己，自己也真的也改善很多，因为说真的，你血流又吃那个荷尔蒙药会影响很多，会影响情绪，会生痘痘，会有斑啊，因为我看我的朋友长期吃又生很多斑，还是要吃，对，我还是有吃啊，我还是帮到我，我是有吃着，这荷尔蒙药一直有吃，然后减宫瘦许如都的有照样吃啦，一定要还是要听医生的话，但是流小了是最高兴的啦，是，所以在这边哦，呼吁大家哦，要好好的爱护我们身边的女人，真的，听完Erin的分享，觉得女人不简单啊，我们身边女人就是。有老婆的要多疼爱了，有妈妈也是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妈妈又没有我们了，所以一定要鼓励哦。我们的身边女人多服用简哥说了啊。然后还有什么补充吗？OK 啦，大家看完直播立刻下单啦，最快的啦。是。找你们看直播的人啊，你们尽快下单就对了。我们也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收费了啊。对，真的。好。然后还有什么吗？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在这边等我们的成功列车。好，我们直播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